外面下大雨了，我们要来这边吃一下晚餐。今天的晚餐，这个米糕，还有蒸蛋跟排骨手汤，倒落，瞬间倒落，再来米糕，瞬间进去完成酱，进去蒸蛋打开，卡落，排骨手汤开动，来。哦，天气热凉哦，汤了已经发紧，较免着较烧。好吃。